E 读书会的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早安。那首先要跟大家哦、呃，小小致个歉意哦，就是我今天的仪容有一点不太整齐，看起来头发非常长哦。那是因为我就是接了一个戏剧的演出，然后在他正式演出之前，我没有办法理头发，所以就请大家呃稍微善解包容一下，在仪容上面有点不合规矩哦。好，那我们就呃来今天的这个读书会。 那在开始这个读书会呢，其实我今天在就是呃，从我接下这个任务到我开始准备今天的这个导读的内容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读这个《无量易经》哦，是非常非常的法喜。相信其实大家对于《无量易经》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嘛，尤其是上人常常引述里面的一些句子，我们应该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晋级清晨”。 徐某手支不动，对我光是念上一句，大家就知道下一句哦。这也是上人常常说，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很重要根源的这个呃《法华经》的开经哦，就是这个《无量易经》。那其实啊。 在这个呃，我刚才提到、哦、在准备这个《无量义经》的内容的时候啊，我刚刚说呃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欢欢喜跟法喜、哦，我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越读这个经文，越是感觉到说，经过这个慈呃上人开创这个慈济世界这样五十几年来哦。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慈济世界的规模，包含我们自己在这个呃，志工的这个道菩萨道场里面，跟我们师兄师姐的一些互动，上人给我们的法，通通都可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哦，得到一个验证。那怎么说这个验证呢？就是大家应该呃，因为今天我的这个。 整个导读的内容是已经进入到我们前面经过好几次啊，其他导读人的分享，我们已经知道说啊，整个《无量易经》到我这边其实是准备要做一个收尾了，就是这个十功德品的呃最后呃一次的进度。那所以说我今天就会把整部《无量易经》稍微做一个统合。那其实，在《无量易经》里面都有，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部经典其实是由大庄严菩萨。 以及八万菩萨，那他们来向佛陀请法嘛？那大家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询问佛陀？那佛陀才来开演这部《无量易经》。他们问佛陀的问题是什么？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庄严菩萨问佛陀说：“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佛法？好，我们跟着佛陀修行了这样的时间，有没有哪一部法？” 啊，哪一部经典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些所有有志修行的这些菩萨们，能够很快的即令菩萨成菩提嘛，对不对？就是让这么多的菩萨都能够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怎么样能够跟佛陀您一样，有这样子通透整个宇宙真理这样的智慧呢？所以佛陀。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呃提问，所以来开演这个《无量易经》哦。那大家应该还对那个“吉」很有印象、哦，就是“吉」令菩萨成菩提”那个“吉」嘛，就是呃快速。那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主要应该是可以解读成直接了，就是说怎么样让呃所有这样大家想要修行能够直接得到这个无上圣身。 的这样的一个妙法，然后来成就这样佛陀的一个智慧呢？那所以在这个《无量易经》里面，啊、呃，佛陀就开始说了啊，其实啊，我从过去到现在所说的这些法里面都很重要，就是有一个法门，它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无量意哦，它可以让这些菩萨都能够很快的，然后能够很直接的得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要，为什么它叫做无量意呢？就是因为众生怎么样？ 烦恼多不多？我们的烦恼多吗？哦，我们烦恼有多少？无量哦。那因为众生的烦恼无量，所以佛陀只好怎么样？说法也就无量。所以，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这个说法无量，我们要从哪里去得到无量的法呢？就是从无量的烦恼当中去得到无量的法。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很很奇妙？为什么我们要从烦恼中去得到法？ 因为什么？上人常说，烦恼跟智慧是什么？就像一一只手哦，手的什么？手心跟手背，它是分得开的吗？分不开哦。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烦恼即菩提哦。我们因为我们众生有这些染垢，我们会去区分你跟我喜欢不喜欢，所以在我们眼中看到的就是烦恼。可是，在 智慧者的身上，在觉者的身上，他们看到这些人间的事项，他们获得的是什么智慧？所以，为什么上人带着我们走上这个呃慈济的菩萨道，一开始就教我们要做什么？竹筒岁月，竹筒岁月，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五毛钱哦，它就是菩萨六度里面的第一度，叫什么布施。 对不对？我们要行菩萨道，第一就是要行六度波罗蜜嘛。那布施，大家会觉得难不难？好像一开始会觉得，诶，不确定到底那是什么，好像是不是很难呐、啊？是不是我要好有钱，还是我要好有时间才能做布施？还是说我要读好多经典才能布施？需要吗？不需要。像人教我们说，诶，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很简单？诶，我不用很有钱，可是我我有没有五毛钱的买菜钱可以拿来布施？ 可以，我不用很深入非常多的经典，可是我有没有办法拿一句近似语跟别人分享？这是不是就是法布施？然后无畏布施？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在烦恼当中，我们就算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哎，我们陪伴他，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哎此刻心安下来，我们是不是就给予他什么无畏的布施哦？所以说，这个法师、这个财师、法师无畏师……哦，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做得到的。 所以呢，刚刚讲到，就是上人一开始带我们走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先走上菩萨道，先学习菩萨的六度万行，然后接着一步一步，我们就从众生的烦恼里面开始来体会到底什么叫做佛法。啊，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如果一个呃，我们一般的现代人，哈，一般我们都觉得，哎，我们应该也算是有福报吧，算吧。 哈哈，<laughs> 算哈、哦，对，我后上人讲见苦之福嘛。如果我们我们要真的要拿来跟很多比的话，我们应该算有福报吧？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里，哎，像上人说的，我们早上醒来怎么样，手动一动，脚动一动，可以活动自如，我们是不是就非常有福报了？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听闻佛法，哎，没有觉得饿，没有觉得冷，我们是不是很有福报？ 对，当我们在这种很有福报的情况之下，我突然间要告诉大家来体会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空，我们有办法呃很很立根来体会吗？有时候好像不一定那么快有办法能够了解哦。就像呃常常讲说这个天堂学到难嘛。如果说我每天不愁吃不愁穿，你告诉我人生好无常。 然后或者是我呃年轻正盛，你告诉我说啊、呃、老来很多病苦，我有办法真的很体会吗？好像不一定哦。所以说，但是当我们开始行慈善的时候，我们走入这么多的感恩户的家里去访贫，我们走到医院里面去当医疗志工，我们会不会感受到人间的苦难？会不会感受到病有多苦？ 一定感受的很深刻。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当这个医院职工的时候，那时候我被分配到急诊室，在那个台北新店慈院，哦，印象真的好深刻。我就看到一个大概是五六十岁的一位呃中年男子，然后看起来就是身强力壮哦，一个大男人的样子，但是他躺在病床上，好像有一点这个喝醉了。 然后就是有一点好像神志不是很很清醒这样子哦，应该是喝了不少，然后被送到这个这个，可能因为可能因为呃醉了，也许有一些什么伤，所以就送到这个急诊。然后呃，我印象深刻不是我看到这个这个呃中年男子，是我看到离他有一点远，哈、哦，有一个老太太。 看起来应该有八九十岁了，然后她的穿着呢是非常的传统的，有点像是客家人的那种服饰，就是老太太会围一个头巾，然后穿那种很素的那种青色的衣服。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一种传统服饰哦。然后看起来就年纪真的很大了，她就躲在远远的地方哦，然后这样一边这样偷看她的那，我想应该是她的儿子啦。然后好像她儿子快,快看到她，她又赶快躲起来。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哎。 为什么一个妈妈要关心一个儿子？可是他看起来这么的害怕。大家觉得为什么？其实我也没有详细去问啦。可是我自己在猜想，你们觉得他们平常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吗？或者是可以很温和的彼此说话吗？ 应该很难哦，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说，哦，这个还也许这个大男人可能他就是平常怎么样，也许就是喝多了，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在这种酒醉的情况之下，他对家人的态度是不是让家人感受到一种啊、呃、恐惧或害怕？可是这个妈妈有因为恐惧跟害怕就不关心他的儿子吗？你还是很关心，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的心其实有一点觉得，我其实有点有点难过。我就想说啊，难道我今天？ 哦，因为我也常常跟我妈妈顶嘴哦，我在想说，难道我要等到六十岁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然后我妈妈要看我，还要这样远远的偷看一下，说我要不要来？我没有办法，好像很大方的去关心我的儿子，就是以母子那样的连心，那个妈妈对儿子的疼惜，你说儿子一点感受都没有吗？我相信儿子应该也很有感受，可是为什么他喝了酒之后？ 他就是会让妈妈这么的害怕，他，对，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呃体悟，我们是不是就有办法在医院里面就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到说啊，其实是不是这个酒真的？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佛法里面五个很重要的戒里面，就是有不饮酒，包含我们实际的实践里面不喝酒，他是不是在这个人伦上面就会让我们丧失这个理智？那又或者说这个妈妈对？ 儿子的这种很亲的这种情，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在这个疾病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这种啊，你说世间的感情，它好像是应该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众生的很多的杂染，它又变成一个恐惧跟这个苦的来源。 好像这个孩子在的时候，哎，母子之间也没办法好好的说话。那你说有一天妈妈不在了，这个儿子会不会后悔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是不是就很可惜？好像白白来这人世间一遭，却没有办法，光是在家庭的课题，他就没有办法好好修哦。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众生的烦恼，我需不需要等到我躺到床上以后，我才来跟我妈妈忏悔？ 不用了、哦，我光是在医院里面看到这样母子的互动，我是不是对我自己就有一些体悟，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在这个《无量易经》里面提到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有一法门不思议哦，它能够即令菩萨成菩提。那它就是进入到这个，它是呃，大家应该也记得，在这个《无量易经》的最后，这个大庄严菩萨就问佛陀说：“啊，那这一部经这么的殊胜，那它是在从哪里来的？” 那他住在哪里？他要到哪里去？那他从哪里来？大家有印象吗？从诸佛公宅来嘛，对不对？那大家知道这个宅指的是什么？心宅嘛，心事效应，上人常常说。所以说他是从佛菩萨的心，也就是我们要发这个佛心。然后他是去呃，然后去到哪里去？他住到哪里？住在哪里？住诸菩萨所行处，对不对？也就是说。 当上人告诉我们行菩萨道，我们在做这个呃这个慈济的过程当中，无论我们是做环保，或者是我们去参加慈善访视哦等等的活动里面，我们在跟这个众生的互动，我们听到他的烦恼，我们看到他的苦，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因此去了解上人告诉我们的那些佛法到底是指什么？ 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无常？哦，我好像有一点难想象。可是当我走到狱里，我看到那个房子整个这样裂开，我有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无常？我有没有办法什么体会什么叫苦？就有办法了、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就知道说这个。 看到的虽然是烦恼，可是因为我们有文法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事项里面，能够转烦恼成菩提。好，这就是我自己在读这个《无量易经》里面，为什么我说我每次读都觉得好欢喜，就是因为无论是《无量易经》或者是《法华经》，我看到的都不单单是这个经典上面的文字，而是会看到真的在我们的词句世界里面。 真的是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它跟这个佛经里面的呼应，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既觉得不可思议，又觉得自己真的非常有福报，能够在这个瓷器世界里面。那因为有上人的带领，让我们真正能够了解到底佛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它绝对不是只是在文字上所呈现的那样。而且上人就说啦、啊，我们走这个瓷器哦，上人说他开一条路，他是把什么铺在路上让我们走？ 把《法华经》哦的这个经文的内容铺在地上，也就是说，我们一边在行菩萨道，一边在做慈济的过程，其实我们体会的。 就是《无量易经》，就是《法华经》里面的道理哦。好，那我现在就很快速的来，呃，但也没有快速啦，就是来按部就班，我们就来再把这整部《无量易经》的内容，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宏观的理解哦。首先，大家都知道《无量易经》是《法华三部》的其中一部嘛。那《法华三部》有哪三部呢？很常听到的就是《无量易经》《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还有什么？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哦，这个大家也许稍微有点陌生，但是就是还是要把它记下来、哦、因为常常提到法华三《法华三部》，《法华三部》就是指这三部经典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三部经典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佛陀他在呃讲经说法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他其实是有一个次第的，因为在当初的印度，就是大家一开始要听，诶有一个。 觉者，他觉悟了，他要来告诉我们世间真理。那到底佛陀要怎么告诉大家？他一开始要说这个华严的时候，在三七日当中开始讲华严，把他对这个宇宙万物的理解一下子跟众生讲的时候，大家有立刻都哦，好立根，马上就听懂，有吗？<laughs> 有办法吗？没有啊。我们讲为什么没有？我们来想一下，光是上人要劝我们吃素，有没有劝我们很久？ 吃素两个字有没有好难、好深奥、好难理解？有吗？没有。那有没有对众生来说有没有一讲哦，马上懂？我马上就由荤转素，有办法吗？光是一个习气哦，我们就怎么样？来来回回进进退退，然后让上人有没有办法一开始在一创词济就说啊，大家加入词记，一定要吃素食，你才能做词记。有吗？也没有。可是上人心里有没有希望我们都要吃素？ 有，那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这样说？因为知道我们众生的根基怎么样，可能很刚强哦。我们可能一听就怎么样，哎呦，这好难哦。那我不要好了，我还是过这个快乐人生。真的快乐吗？可能也没有那么快乐、哦。所以说，佛陀有没有办法？他一开始讲华严，一开始要告诉大家什么叫佛陀的智慧，大家就能立刻了解。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佛陀有没有觉得啊？ 这个有点沮丧，有在佛经里面提到，佛陀本来有一一一,一念起说，哎，佛佛道同，既然我觉悟，我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呃，那个诸佛的一大世来世间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是什么？开示误入众生佛的知见嘛，就是佛陀来就是要教我们他的智慧。那可是他一讲话，大家就哦，我们好像听不懂。那这时候佛陀心里面就怎么样？ 哎，我成佛就是要来让你们跟我一样。哎，结果大家好像听不懂，那是不是我入灭好了？哦，所以那个十方这个大家急着不着急啊？这些呃天人啊、菩萨等等，当然很着急。十方诸佛赶快来这个安慰这个佛陀，说哦，没有，不用太担心了。这是因为怎么样？不是因为佛陀你说的大家听不懂，是因为大家根基还没有到。那其实诸佛都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次第哦，要先从这个。 先从什么开始讲？一步一步，先从小圣里面讲什么？四圣地嘛，苦集灭道、哦，一步一步来。从苦集灭道，再进入十二因缘，最后再大家走上六度万行哦。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佛陀就啊、哦，原来这个诸佛都是循着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所以说，经过这个华严时之后，就开始进入阿含时。阿含时就是告诉大家因缘果报嘛。 就是告诉大家有，有什么叫做有，有业，大家不要不相信哦。什么叫做业？而我们这一生，为什么说为什么他就是，哎，好像一我也不觉得我比他笨啊。那为什么我好像就每次考试我都考得很差，或者是为什么我就是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或者是明明他就没有比我好，可是他就生在很有钱的人家，他就不愁吃穿，我就要这么努力。 哦，又或者是哎，为什么这个哎那个人也没有我漂亮？为什么老公喜欢他不喜欢我？没有这个呵呵这个例子举的有点歪掉，有差不多是这一类型，就是我们可能众生会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怨哦，很多的苦。那其实像啊、呃，这个佛陀就告诉我们，哎，这个要这个是要怪谁？怪谁啊？人生的剧本谁帮我们写的？ 自己写的，我们这一辈子拿到很糟糕的剧本要怪谁？上辈子的自己哦。为什么我以前把这一辈子的我写了一个这么烂的剧本呢、哦？那我这辈子还要再为下辈子写一个更糟的剧本吗？当然不要哦。对我既然已经拿到这么糟糕的剧本，我就怎么样，安安分分把我该修的功课什么。 好好修好，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很消极哦。其实这是很积极的。怎么说很积极？因为如果你花非常多的力气在抱怨，跟怨天尤人，你你你你会因为这样比较快乐吗？其实也不会。可是如果你接受了，然后你好好来，以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我好好做，反而什么，是不是有快乐的可能？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是这个非，像人常常赞叹的非洲的菩萨。 如果真的要说抱怨，他们有没有资格抱怨呢、啊？生在非洲，生在莫桑比克，或生在什么样的一个，然后男女这么严重的不平等，好，其中像每次听那个慈弟师姐的分享，都觉得好感动。她说她以前非常的受伤，因为她老公也是外遇，然后甚至这个第三者还和好,好像在她家放火还是什么，就是她就是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苦难，所以她以前都觉得非常的恨跟怨。 那可是，如果在这样情况之下，他就是选择了不停的恨跟怨，他的一辈子是不是就是只能在恨跟怨里面度过？这样是会快乐的吗？好像很困难哦。可是当他加入慈济以后，他的过去有改变吗？我是说，他的那个呃客观的处境有改变吗？其实没有哦。他加入慈济有没有因此我们就给了他三百万、五百万，我们就送他一栋大房子？ 没有吗？所以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可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心境改变了。当他心境改变以后，他开始转而看什么？他看到，哎，我自己，我难道真的是一个很穷的人吗？没有，我很富有。怎么说我很富有？我的心很富有，对不对？当我觉得我的心很富有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再穷的人都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对不对？ 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嘛，我们讲的你，布施一个微笑也是布施啊，哦，你给他一个温暖的这个拥抱也是布施，所以当他的内心转变以后，他整个人都怎么样，快乐起来了，所以他的人生剧本是不是就开始转变了？所以说他做好事是为了要等他下辈子拿福报吗？其实没有，他是不是在这一辈子他就已经开始在扭转他的人生了？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学佛法，它的殊胜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写的，不单单是我们要把下辈子的剧本写好，重要的是我们在这辈子的后半生，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在转变我们的生生命了？因为我们整个心境跟态度都改变了嘛。那但是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觉悟，就是说，所以我们加入慈济之后，是代表所有的功课从此就哎就一笔勾销吗？ 没有，功课很多。可是我们在写这个功课的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就可以转变。那功课会不会因此变得比较简单？好、哦，不会哦，它可能还是一样的难。可是我们具备的知识、跟我们具备的工具、我们具备的佛法怎么样，就我们就要对它有信心。我们有这个佛法，它就可以带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经过这个阿含时，开始了解因果，再加入这个开始方等，因为担心大家因为因果的关系，只知道要修人天福报嘛，那那是不够的，所以心要再打开，到这个方等，到这个般若般若时，就是告诉大家说啊，不要只是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福报，因为这个再怎么样有福，到有一天也会什么。 也会是都是空哦，我们追求这些东西都是空，所以不要去执着说啊，我就是能够帮助别人呐、啊，别人就是要被我帮助，我就是捐了多少钱就多少钱哦。这个如果一旦我们一直执着在这上面了，它反而会变成一个烦恼哦。诶我今天来做慈济，诶，那我我是当志工啊，我是来帮助别人的，所以你们应该要听我的啊。会不会有这种心情？<laughs> 可能没有啦，但有时候会不会有？诶，明明应该是这样做比较对吧？ 为什么他说要那样做？我就是觉得应该要这样比较对，会有这种心情吗？可能难免有时候就会有哦，那这时候怎么办？ 就是彼此都要有智慧，才有办法去化解哦。那所以说，这个波若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都执着在我、我、我，就是要能够把它呃放开来，然后才进入到这个法华涅槃。所以这个法华涅槃，它就是根据这个祖师大德，他们就是发现说，哎，这个无量易经、法华经，以及关以及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哦，它的内容含义都是佛陀开始要讲这个。 菩萨法，所以就把它归纳在这个时期，就才称它做这个《法华三部》。那为什么这个《无量易经》是《法华三部》的开经呢？其实大家应该也读了法华经嘛《法华经》嘛，《法华经》的开头，佛陀要开始讲《法华经》之前，他是一开始啊、呃，大家一云来菩萨云来集之后，佛陀一开口就说：“那我现在开始讲《法华经》，有吗？”没有，先是怎么样？天开始坠很多的什么？ 花，然后大地就怎么样，开始震动哦，然后佛陀就开始说话吗？没有，佛陀就突然怎么样，入这个无量意三昧哦，大家对这个有印象吗？然后后来还经过什么，舍利弗跟佛陀的三请三指嘛，就是舍利弗问说啊，佛陀你是不是要说？佛陀就说啊。 不要问，因为这个很难。然后又又问，然后又指，又问又指。经过三次之后，佛陀才开始讲《法华经》嘛，大家应该对这个有印象。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在入这个无量意三昧之前呢，佛陀就是要讲这个大圣的这个《法华经》前他就先说了。 《无量易经》包含在这个无量易三昧的过程，它也是一种离言法华。离就是呃距离，远离的离；言就是言说，那就是说佛陀虽然没有说话，他是入这个禅定的境界，可是他的身形，他就是一种无声说法。那大家可能一想说，哎，什么叫无声说法？呃，大家有跟上人，就是呃，比方说去呃上人行脚的时候，大家有有呃有去跟上人礼拜过，或者是见过上人吗？ 不一定有哦，可是可能也有了。那无论是有真的看到上人，或者至少大一台打开有有有看过上人吗？一定有吗？对不对？有时候其实上人需不需要一直讲一直讲，我们才觉得哦好有道理。是不是有时候好像上人只是坐在那里，或者是上人他光是看到上人在听啊、呃，一个会众跟他讲话那上人也不一定要说什么，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很射受的力量？大家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吗？ 可能有哦，对，那像我们每次就是呃上人行脚来到以前来到关渡，我们都会去跟上人顶礼嘛，然后就有很多师兄师姐啊，或者是呃这个各行各业就会赶快来跟，把握机会来跟上人请法、哦。有时候真的光是上人这样子哦没有说话、哦，坐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哦上人那个心就是好好沉静，然后很定哦。那那种情况，其实我们就会觉得他光是用身形，他就给我们一种。 一种法，像或者我们不用讲到上人好了，我们就光是一些师兄师姐，或者我们在呃日常生活里面，会不会曾经遇过一些人，他不是靠他的说话，他光是他在那边走路，或者是说他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你就觉得哦这个人好有修养，有有这样的经验吗？<有>好，可能有哦，那就是我们觉得哦，既然就好像很有修哦。 好，好像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样吵杂，好，很纷乱，或甚至是骂他，诶，他看起来都是什么？好像很安静，很安定哦。那其实，在佛经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啊，就是说这个舍利弗跟这个目犍连，他们最早要呃加入佛陀的这个呃僧团之前，他们其实是跟着别的老师修行，这大家应该知道嘛？那是因为有一天他们走在路上，遇到一位马圣比丘，那这位马圣比丘他就是怎么样？ 他的行仪哦，他光是在两位已经很有修行，大家知道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嘛，那这个目犍连是什么神通第一？在这两位这么呃非常的厉害的这个修行者的面前，只是一位比丘从他面前这样经过，他们两个就怎么样，眼睛就发亮哦，哇，怎么会有一位比丘身形这么的庄严？所以他们就赶快就问他说：，哇，马上比丘，你是？ 啊，这位这位出家众，你是跟谁修行？怎么你的老师可以帮你教的这么好？然后他就说了什么？他就说了，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嘛。他就讲了这个佛陀常常教育他们的一些话。那他们一听了以后就发现，啊，这个就是我要追随的名师。所以他们不是一开始是认识他们的老师哦，他们一开始是认识的不是佛陀，后面开始认识的是谁？是这一位马圣比丘。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大部分的人加入慈济，是因为诶上人到你面前说你要不要来当我的弟子，是这样吗？我们同我们所有的人加入慈济，我们都是因为什么？身边的慈济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自己也是慈济人，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加入慈济，很关键，他们看到的是谁？他们看到的是上人吗？他们看到的是谁？ 是我们哦，所以有这也是我们有时候自己弟子要小小惭愧，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些人对词句有非常多的误解，那可能我们怎么样，是不是没有没有机会让他知道的比较清楚？不然为什么他会有这么的误解，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要这个从我们自自身做起哦，真的是别人要认识词句哦，他要认识的其实不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 一个一个什么名字、啊？他认识的其实是活生生在他身边的人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很谨慎的一个原因哦。好，那所以说，呃，讲到这个无量易经，就是因为佛陀的这个在离烟法华的时刻、哦，他其实就进入这个无量易三昧，然后包含哦这边讲到的，其实在说法品里面哦就有提到说，佛陀是用种种说法以方便利，四十余年未显真实哦。 就是说，因为大家众生的根基都不同嘛，大家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了解到底什么叫做，呃，这个《法华经》，到底什么叫做诸佛的智慧，好、哦，这些不可思议的内容的的,的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大家没有办法立刻了解，所以佛陀就要先从这个《无量易经》开始，一步一步好、哦、带大家走入这个《法华》的世界哦。所以说，《无量易经》呢，它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这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其实。 为什么这个无量意佛陀要讲这么多的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怎么样，诸根性欲的无量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欲念熏染，然后我们就每个人的习气都非常的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贪念特别重，有些人称心啊，有些人就是很痴迷啊。我们光是这个贪嗔痴，它就可以衍生出怎么样无止无尽哦。光是一个讲一个贪好了，每个人贪的东西也不一样。 每个贪的东西都一样吗？其实不一样。有人特别贪财，有人可能觉得财没关系，可是他要有名，对不对？那有人觉得财跟名可能还好，可是他特别贪吃，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贪吃哦。那有没有人啊？以上我都不管了，可是我就是要一直睡，一直睡，有没有？这是什么？贪睡哦，财色名食睡，对不对？光是贪，我们就可以有衍生出种种。那因为贪。 求不得之后，有人就转为嗔，有人就转为痴，其实就会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烦恼。那每一个就无无止无尽的习气哦。所以说，呃，光是这个一样，嗯、呃，这个怎么呃一样迷养百种人哦，就是每一个人的习气不同，所以佛陀就要说不同的法嘛。那其实这个从世间法也可以看得到哦。呃，大家应该学生时代有读过这个《论语》嘛，对不对？ 光是很多的弟子去问孔子说什么叫做孝，孝道的孝，那孔子回答的都一样吗？没有，他也会因为他弟子的那个问法不同哦，他就会有回应不同。有的弟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的就是说啊，那如果说你只是你给你爸妈，呃、啊，他饿了你给他东西吃，这样就叫孝吗？如果他饿了你给他东西吃，你家的狗啊猫啊饿了你会不会给他东西吃？ 会嘛，对不对？那你喂你家的狗猫，你就是笑它，你就是对他们有笑吗？我们应该不会这样说嘛。就光是呃不同的弟子来问孔子什么叫做孝顺，孔子回应都不同。其实对佛陀来说，当然也是一样哦，就是不同的人来问不同的法，好，它对应的就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哎，好像上人讲这个法对他一样是，呃一样的问题来问上人，可是好像上人回答的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 有一句话叫做“应机逗教”嘛，就是根据不同的人所问。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气不同，他就要应着不同的习气来回馈哦。如果回答的呃法，当然都是好的法，可是如果不对这个人的基就会怎么样？他有没有办法射受？就很难哦。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佛陀的弟子啊，非常的有智慧。那但是呢，就有这个有人来问这个佛的弟子说：“哎，我我到底要怎么样来修？”好，那光是这个数息，大家知道数息可以让身那个那个身心比较静定嘛，对不对？数息就是怎么样，这个呼吸之间嘛，然后慢慢的数，慢慢的数，你的心就会哦集中在呼吸，你就会安静下来，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要观这个无常，我去到这个坟墓。 我看到这些呃尸骨，那我是不是就会感受到说，哦，人生真的很无常，其实我也不用追求太多，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是对这个平常呢是在打铁的，他不是都会做那个风风鼓吗？古人会用那个风鼓，就是很大的，他就是要送那个气，让那个火可以烧得比较旺。你让他说啊，你来去观这个这个尸骨，然后你对那个守墓的人说啊，你来数席，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有没有办法去体会那是什么？ 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快，可是如果你对那个守坟的人说你你关那个尸骨，你去感受人生无常，他会不会很有体会？很有体会，对不对？你对那个一天到晚在那边鼓的那个，你跟他说来，你在安静的去数那个一二三四，然后这样。他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可以知道什么叫熟悉？就是说你应他的机去跟他讲他听得懂的话，好，就我们刚刚讲的嘛，就像我们去做环保的时候，你跟他讲的就是。 惜福爱物的道理，那如果我常常出入医院的人，你跟他讲什么生病无常的道理，是不是他比较听得进去？如果我在环保站，我做环保的过程里面，啊，你一直跟我说这个呃人生的生病啊，或者是什么，我我这个道理当然不会不懂，可是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好像就分开了，好，所以说你要因应他正在。 他比较了解的事情，去跟他说，那这样他就会比较懂。所以佛陀也是这样子哦，他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就衍生出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妙法给我们哦。那我们要怎么去应用这个《无量易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就是后面这边上人所说的、哦：为什么每天要诵经呢？其实很重要，就是要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从生活的环境来看这个经文跟外面的境界。 到底有没有办法配合起来？啊、哦，这个有时候好像嗯，一下子没有办法很很了解哦。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大家每天会看《人间菩提》吗？会哦，我我自己也会看哦。那我们举，其实大家没有发现，《人间菩提》我真的觉得它就是剪得非常的好他它把上礼拜一、礼拜二的开示哦，剪成晚上这样短短十二分钟的。 电视哦，其实它就是上人把这个世间的这些事项，就是讲给我们听哦。举很很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前一阵子这个玉里的这个地震嘛，台北有没有感啊？应该蛮有感的哦。那几天哦，不停的震哦。那我自己蛮怕地震的啦。那我在这个大一台，我在十楼，那有时候震的也蛮大的，都会听到那个震的时候，不单单是地在震，你会听到房子的声音。 哈，会有那个那个 kiki 的声音，其实会会蛮蛮令人害怕的。然后我们一般我们在地震的当下，我们我们体会的是什么？我自己体会的就是害怕。我觉得哎，很恐怖。可是上人讲到这地震的时候，上人都会跟我们说什么？大家应该有听上人讲过四大不调，对不对？四大不调是不是从佛经里面来的？四大是哪四大？ 地水火风，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读到四大不调，然后它是因为众生的什么什么，所以有这个五浊恶世等等等哦。我们在经文里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当世间你真正看感受到地震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把经文讲的四大不调去连接这个地震，然后去连接到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么多的地震？ 或者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灾害？它跟众生共业有没有关系？那众生为什么会共业？跟我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吗？有，所以我自己的造作跟这个地震有关系吗？其实是有关系的。又或举一个例子、哦、现在外面天气这么炎热，是不是因为什么温室效应？对不对？ 那温室效应也是属于四大不调里面的嘛？我们刚讲到地水火风，对不对？它可能地球感觉在发烧，是火大不调嘛？风也，这个空气也受到污染了。那这跟我有关系吗？我如果每天冷气开着二十四小时，然后每天就定个十四度、十六度，那我有没有因为这个空气污染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不停的耗电等等哦，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读经文读到四大不调？我走在马路上，我感觉到热的时候，我能够跟经文把它连接在一起；又或者我们听到一句别人讲的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们内心除了升起这个啊不开心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突然想到这个六波罗蜜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忍入，那这个忍里面有几种？有哪些忍？有生忍、法忍跟无生法忍。大家可以稍微就是就是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感觉读起来、啊、好像有一点难哦，这个佛学的这个名词哦，佛学名相。可是其实它都是跟生活里有关系哦。我们刚,刚讲到的生忍的生哦，就是这个众生的生，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 会遇到一些不愉快哦，所以我们要不要忍啊？这个就是生忍。那法忍是什么？天气热要不要忍？天气冷要不要忍？好，很湿或者是哎，好像他口干舌燥要不要忍？好，这种跟大自然境界有关的，可能也要忍哦。像我们讲到这个前一阵子这个呃，讲到玉里地震之后，好多师兄师姐到现场哦，包含前一阵子这个刚过这个国庆三天的连假，我有同事就。 呃，买那个车票我就去狱里帮忙哦。那是不是其实这几天都还蛮……呃，这几天又比较凉啦。可是前一阵子其实是蛮蛮热的哦。他们是不是要忍受着这种很很热的这种环境？那其实这个就是法忍哦。那无声法忍就是在忍的过程里面，他们是不是很痛苦？会吗？可能是有一点辛苦了，可是他会觉得痛苦吗？ 其实是不会哦，他是怎么样？反而他们觉得很欢喜哦，就是因为那是，那是他想要做的，抱歉，那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无声法忍，就是说，像我讲的忍而无忍的境界、哦。我们觉得他好辛苦，他在忍，但他有觉得他很辛苦吗？没有。就像我们看到，呃，大家呃，无论是有没有做过环保，或者是有没有去呃，比方说去感恩户家里做清扫，呃，其实那个过程都是怎么样？是很舒适的吗？ 我们做环保是不是在一个呃蓝天绿地，然后有很多的风，然后闻到的都是呃很清新的空气，是这样吗？不是哦，通常都是什么天尖地逼，然后那个环保的那个味道怎么样？有时候一掀起来哦，那有些人没有做好清静在源头，那个便当都没有没有清干净哦，一打开都是什么？ 都很可怕，所以我就印有印象。我有一次，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不对。我们刚讲到要应激逗教，我那时候带我一个很有洁癖的朋友，我想说我要带他来加入此际。我带他做我第一件事就是环保，然后做完环保，他就跟我说：“哎、欸，圣泉。” 那个 <laughs> 做瓷器，我觉得蛮好的。可是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带我来做环保了？<laughs> 我就发现哦，就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样欢喜的事情哦。每一个人都可以马上接受、啊，但我相信他不会对于环保有排斥。可是他毕竟就是一个洁癖的人，他对整个瓷器的东西都还不了解。你突然就带他做一个对他来说挑战很高的事情啊、哦，当然他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很很很欢喜哦。 所以刚刚讲到我们要做到这个忍而无忍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其实都是在佛经里面的名词。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里面就跟这个经文里面去对应？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总是感觉跟别人有所碰撞，或我总是感觉我的心很苦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想说，诶，其实我也读了这么。 段久的一段时间的经文，我也参加了这段时间的读书会。那有没有其中哪一些道理，其实是跟我现在的心境是有机会什么比较相应哦？可以拿出来用的、哦，就是要从经典里面找出道路来哦。又或者是讲到这个，就像是从这个呃呃这个上人的近思语里面。 它就是有很浅显的话，然后是不是都能够让我拿来生活里面去用？所以说这边就提到说，其实佛陀说法的内容，它就是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要从我们的心哦去找答案，就不会被这个境界绑住哦。那同时，我们如果还可以把这个佛法拿来去跟别人分享哦，在过程里面，其实你就会不知不觉，你就会学到非常多的这个佛法，就会让你更。 通透去了解哦，那所以说，在这个呃第一章里面的这个呃德恨品或讲德性品、哦，我都可以有、哦、德恨品里面，其实一开始哦，就帮大家稍微复习哦，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哦，还有这么多所有的这个弟子哦，众多比丘、哦，他们就是来到这个现场，然后大家就开始在称赞这些大菩萨，对不对？就讲到这些大菩萨什么田安。 淡泊无为无欲嘛，这就是在呃讲这些大菩萨他们的心境，然后同时他们也开始在赞叹佛的什么德恨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讲到这个大灾大物大圣主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哦，就是在。 第一章这个第一品这个得恨品里面就是在赞叹这些诸大菩萨跟佛陀。那为什么要先从得恨品开始进入无量易经？其实上人就跟我们说，哦，那就是因为你在跟别人说法，因为下一品就是说法品嘛。我们如果要跟别人说法，我们要发挥影响力，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先能做到吗？我们能做到跟别人讲比较怎么样？是不是比较有？ 有这个这个说服力，对不对？就如果说我自己好像啊、呃，我呃，假如我从来不做环保啦，啊，因为我就觉得环保好像好像很很很不舒服。然后我一直告诉大家哦，你们要来做环保，要做环保，可是你们从来没在环保上遇过我。那这样你们觉得我说这个话有说服力吗？ 格力龙特别高啊，那一体钢构，或者是每天我就是对啊，就是都开冷气，然后跟大家说哦，大家要节约哦，我们就是少用一些电，就是毫无说服力。所以说，在做到这个说法之前，所以上人常常讲什么，我们不只要如是我闻哦，最重要要什么？ 如是我做，就是我做到的，我跟别人分享。那当然，我是过来人的经验，跟别人分享，别人听了就觉得很有说服力哦。所以，这就是要先有这个具备这个德赫呢，你就有办法来说法。那其实前面提到的这个说法品里面就提到说，到底菩萨要修什么样的法门？ 那其实就是从这个呃无量义法门，那这个无量义法门就是因为众生有种种的苦，那要帮他把这个苦拔除的同时呢，你就可以跟他说法。那对我们这个凡夫哦，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为他拔苦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了解了他的烦恼是什么。 那上人有告诉过我们什么可以来解这个烦恼？我们来告诉他，跟他分享，同时我们就具备这个佛法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可以获自然而然获得这个十功德。那上人常常讲所谓的功德，什么叫做功？内能。 自修，自修即是功嘛，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要很有很用功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慈济啊，或者是哎、欸、在做好事，或者是做环保的，或者是做种种的事情的过程里面哦，哎、欸、他是不是很多考验？就考验我们自己有没有修养、修养嘛。比方说，哎、欸，如果对方突然哦、呃、一样是师兄师姐，有时候对方突然一个声音很大，那我们怎么样？要哎、欸、大声回去吗？ 啊、哦，谁怕谁？<laughs> 我声音也不小哦 <laughs>，是这样吗？好、哦，可能不行哦。那还是说哦，我忍，我忍。可是我，我，我，我好，我暂时忍你。可是回去我就开始打电话。我跟你讲哦，那个我跟你、那个、我是这样吗？好，好像也不是哦。所以遇到考验的时候，其实这些考验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修为哦。那如果很有修为，我们就要恭喜哦，我们有得到什么？就是有这个功哦。那什么叫做德？ 像说得者得也嘛，就是获得嘛。我们是不是在做瓷器，或者是做很多的这个呃事情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自己会有一些得到一些心得？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能够内里面能够用功，哎，我好像觉得我我慢慢好像哎比较有修、哦。以前我都对人都很大声哦，我都是哎这个谁这个不服气，可是现在我好像哎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生气了。 那我是不是自然而然显露出来的？别人就会觉得哦，师姐好像比较不一样，或师兄好像比较不一样。看到你就会笑容变多了，比较欢喜哦。那是不是你身上就具备了什么功德、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功德不用把它想的好像太呃怎么样的什么福报、哦，其实它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修为哦。那所以其实这个十功德里面啊，其实大家自己可以再去好好的读哦，就是说，嗯、呃，它。 真的是在这个佛经里面这一部《无量易经》，你其实就可以得到很多。你会觉得，诶，好像真的是我有发这个愿哦，然后我自然而然我想要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些因缘来浮现哦。好，那其实好像时间也到了，那我最后最后最后，我就很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呃，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盘点生命。 好，那所以呃很很欢迎大家，这是我们呃在今年年尾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呃很努力的推动，因为上轮讲这个盘点生命也讲了好一段时间了嘛。那如果大家都不知道可以怎么做的话，欢迎大家哦直接看这个呃法英集。 里面有跟着上人盘点生命，大家点进去就会看到；又或者是您直接从这个 YouTube 里面，您找这个疗愈果实，那里面就是有一系列关于上人开示，怎么样盘点生命。那我们也约了一些师兄师姐来录影哦，就是都是短短的三分钟、五分钟，他来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也许我们就可以从别人的人生故事里面，然后得到一些体会。其实这就是也回到我们讲的《无量易经》，就是每一个人身上，其实他都是。 一部经典哦，都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自己有没有别人可以学习的地方，一定也有哦。哎，不管是优点有没有别人可以学习的，有；缺点有没有别人可以学习的，有。不要跟我们一样哦，也是有。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其实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哦，这就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呃跟我们一起，就是在这个盘点生命，然后一起来做自己人生的这个整理跟规划。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